陈子强、李恩智答题夸海口，答错就大放送啦！知道我们反驳的机会了。刚才恩智说，如果真答错的话，免费请我们智多星的观众朋友一百克牛排。上班族女性公认理想情人的职业，你想知道吗？而且一次很多钱，好不好？好，一次又很累，可以早死就领他的遗产。欢乐智多星周一至周四晚上7点卫视中文台。